家好啊，好似咧好耐冇摆啲咧自己揸车嘅片段出俾大家睇下啦。咁啊，今次咧有一段路啦，咁啊揸咗一阵啊，又都想同大家分享分享啊吓。咁其实咧，台湾地区住咗一段日子啦。你问我中唔中意揸车咧？其实我自己中意揸车嘅，只不过咧睇下揸啲咩地方啫。嗱，好似依家咧，大家望紧呢啲高速公路咧，咁我就好喜欢嘅。咁點解呢？因為全部咧都係得私家車或者一啲叫大型嘅貨車等等啦。咁其實咧都好好多噶啦嚇。咁我最怕係揸嗰啲邊啲咧？一啲橫街窄巷嗰啲啊！哇，呢啲我真係最怕最驚。或者咧係比較上細啲嘅路，而又係私家車啦，同埋咧電單車咧都係並存嘅。哇！真係咧，淨係留心啲電單車咧，真係人都癲嘅啫。咁揸得咁不安、咁唔舒服嘅話咧，就隨時要準備要揼車啊！嗱，呢個都係未驚到最頂點啊！最頂點係乜嘢咧？人加埋電單車，因為有時啲路咧，嗰啲鋪頭啊，喂霸曬啲路，可能喺出邊又整到啲乜嘢咧，搞到啲人咧要行埋出馬路喎。如果條路又窄，人又多，又有電單車。仲有人亂咁泊車，你諗下，淨係揸都辛苦啦，係嘛？咁所以咧，揸到上呢啲高速公路咧，真係咧心曠神怡好多嘅。咁再者啦，如果揸呢一啲嘅高速公路咧，其實咧倒翻轉咧係慳有好多嘅。唔知大家知唔知道啊？假如咧你架車咧成日又要行又要停又要行又要停咁樣咧，其實咧係更加嘥油嘅。如果咧你揸係油電嘅車咧，可能就會好少少。如果唔係嘅話咧，揸純粹嘅汽油車咧，咁你就會好食油噶啦，即係嗰耗油量咧就會非常之高，亦都係好唔抵噶。嗱，揸呢啲高速公路唔錯噶，其實揸得好遠嘅話咧，可能同你喺市區停停走走、停停走走咧，可能分別啊，可能唔大噶，但係你已經咧可以叫揸得成個鐘頭咧，都仲得啊。嗱，咁啊，所以有呢個好處啦。咁自己咧都幾中意揸下嘅。嗱，咁啊，今次咧又係揸咗一段路啦，我都唔係好記得咧由邊度去到邊度啦嚇。不過咧，要咁樣翻到屋企嘅話咧，或者翻到自己住嘅嗰一大地方咧，我諗啊都要揸成接近一個鐘噶。嗱，冇乜所谓啦，揸下车咧，其实都几过瘾嘅。啊，咁啊好啦，想同大家咧倾下讲下咧，喺台湾咧买车嘅问题究竟系点样？咁亦都几多人咧都会去到台湾地区嘅时候咧，都会想买翻部车咧俾自己揸下啲咁样嘅。咁啊，当然啦，买车嘅人人都想嘅系买最抵、最好揸，亦都系有一个唔错嘅质素咧，咁先就最有保证噶嘛。嗱，咁台湾地区咧几得意嘅，有一种咧叫做。他哋本地裝嵌嘅叫本地車啦嚇，咁費事啦，有個名聽起上嚟，可能大家聽到有啲唔係咁舒服嘅，咁我就唔講，叫做本地車啦。咁個意思即係乜嘢咧？嗰、那個品牌嘅車咧，就將啲零件就送曬去台灣地區先，跟住咧就喺台灣地區當地咧就組裝，咁就為之叫做本地嘅組裝車啦。嗱，咁啊變相咧個價錢咧。就會平好多咯，就並非叫進口車啦。例如好似萬仕德嗰啲啦，嗱，萬仕德呢啲就真係原裝日本製造，成個裝嵌啊，其他唔同嘅組裝喺曬嗰邊啦嚇。咁之後咧就成架咁樣送過嚟嘅。嗱，呢啲叫進口車，咁個價錢咧就會一口氣叫貴好多噶咯。咁你話例如喺翻台灣地區去買咧，咁一定啊最好啦，就買翻一啲係由佢哋當地咧組裝嘅車咧，就會抵好多啦。同埋加上咧。嗰、那個保養方面啊，零件啊，人手啊，咁一定係配備最充足噶啦，係咪先？喂，喺呢度裝嵌噶啦，冇你話我唔識修理喎，定點點點喎？例如好似保時捷啊、法拉利嗰啲咧，真係噶，你撞爛咗佢道門咧，佢都真係未必咧一口氣咧就同你咁容易整得到出嚟嘅喎，或者可能又要等喺外國啦送翻某一啲嘅零件啦，或者某一啲嘅顏料啊等等啦，好多唔同嘅嘢嘅，咔哩咔啦咧。咁先至有同你整到嘅。咁如果啦，你買翻台灣當地裝嵌嘅車，咁啊自然咧就會好好多啦。咁比較上普遍咧，一定大家就聽到就係豐田 Toyota 啦。咁啊，仲有其他唔同嘅，可能現代啊。嗱，今節嘅主題裡面咧，你都見我擺咗好幾個品牌出嚟嘅。咁以豐田嘅喺台灣當地組裝嘅車咧，就叫最流行，亦都叫最普遍啦。咁所以咧，零件亦都係非常之多，咁啊價錢咧叫相對地抵好多啦。咁當然啦，你唔好亂咁去到佢哋嘅賣 Toyota 嘅車度咧，亂咁篤篤篤篤篤咁啊篤，呢架一定係咁啊！哇，咦，點解呢個貴咁多嘅？你望清楚，有啲咧真係啦，台灣當地咧就冇嗰個組裝嘅，係會由日本咧組裝過嚟，跟住就再送過嚟啦。嗱，都有進口車噶，所以你唔好以為全部 Toyota 嗰啲都係。
台湾当地自己生产啊，嗱呢个咧乱咁嚟啊，你买错咗咧，咁就唔关我事啦。啊，咁啊，再者啦，有其他嘅品牌啦，例如福特嗰啲啦，嗱都系相当之唔错噶，喺台湾当地组装。不过咧，你话会唔会有啲咩镬气啊？会唔会有咩漏水啊？嗰啲咧，曾经啊都试过一次嘅，就系几严重下噶，就系喺丰田 Toyota 嘅 RAV4 RAV4 咁上下啦吓，咁咁上下写住啦。试过咧就系嗰个顶嗰度，唔知据闻咧就个胶条个窿就漏水，所以滴滴滴咁啊喺里面咧就会漏水啦。不过点都好啦，就算 Tesla 嗰啲咧都有入水嘅情况喎。试过人咧洗车之后啦，嗱咁啊唔系话成架车就湿地地嘅，但系一打开个门嘅时候咧，嗰条罅门罅嗰度咧，哇，嘣一声就砸水咁漏晒出嚟啊！嗱咁啊变咗好大件事啦。咁啊，组装嗰方面就唔再讲啦。如果你问我咧，我都系噶，建议咧喺台湾地区嘅话咧，真系咧买翻去当地组装嘅车咧系比较抵少少。如果你问我，其实丰田以外咧就一定系福特噶啦，即系福特，因为有埋咧佢哋独家嘅系统 Co-Pilot 360。咁如果我假如咧我依家揸紧呢一台 Toyota 咧，如果我啊买迟少少嘅话，我谂如果福特咧出咗呢个 Co-Pilot 360嘅时候咧，我都应该会买佢，唔买 Toyota 丰田嘅，因为咧始终嗰个 Co-Pilot 360呢个咧真系好好用咯。而依家 Toyota 咧，就算我依家揸紧呢一架，佢系依家新嘅呢一代咧，先至有叫全速域嘅跟车嘅功能啦，同埋会零又至到几多秒咧都可以得嗰只啦吓，再者咧仲有埋嗰个车道维持系中间啊，嗱你哋见到依家咧我揸紧嘅车咧，你要保持嗰个车咧喺线嘅里面嘅中间咧，你要靠人手去保持啊，嗱但系如果 Co-Pilot 360咧，福特呢只车咧，咁佢就有得啦，可以帮你管住嘅车咧喺中间喎，咁当然啦，你要只手咧系扶住两堂胎啦，唔知好似超过十秒定十五秒咧，佢就会哔哔响噶啦。如果你仲唔摆翻只手喺个胎盘度嘅话咧，佢就会 stop 咗呢个功能，就要翻你自己去辅助介入翻去驾驶噶啦。咁其实呢个功能我都几中意，咁仲有啦，佢呢个功能里面咧有一个咧亦都系非常之好噶。除咗会帮你维持嗰个车道之外啦，同埋嗰个亦都系会有 stop and go 啦，帮你跟住前面嗰个车啦。咁变相咧，如果好似我依家你哋望紧啦，揸咁长途嘅车咧，佢自然咧就会识得同我同前车咧保持一个适当嘅距离，而且咧亦都会能够咧帮我将架车咧保持住喺车道嘅中间。吓，最紧要咧系乜嘢咧？你自己扶住堂胎咁就 OK 噶啦，唔可以离开太耐啦吓。咁系咪舒服好多咧？你话咦，咁、那个速度咧就可以调校嘅，即系调校到嗱，你一见到左手边即系一百嘅话咧，咁你咪将佢调校上限就110，咁你咪校到108，咁啊一定冇死啦，系咪？咁啊就非常之好啦，咁啊舒服好多噶，其实不过冇办法啦，有时命运嘅嘢咧就系咁样噶啦，你买早咗或者买迟咗咧就会有啲唔同啦，不过又冇乜所谓啦，咁第日啦有机会咧先至再换过咯。因为咧，每一年咧都会有啲叫小改款嘅，三到五年咧有一个大改款啦，或者叫中改款啦。咁啊，通常啲五年度咧会有一次超大型嘅大改款嘅。咁啊，点解咧？因为你通常买车啊、揸车都知噶啦，你架车咧五年啦，到几多年打后咧，就会开始有啲叫小毛病嘅。咁但系丰田咧就会好少少啊，所以有啲的士大哥咧，通常都会买丰田嘅车嚟做的士车咧，就系咁解啦。因为贪佢够襟用啊，咁啊唔使成日拎去整啊呢样嗰样啦，拎去整咧就等于做唔到生意嘅。咁梗系最好嘅，自己能够唔使成日攞去整啊最好啦，系咪？咁冇计啦啊！呢、這个 Co-Pilot 360咧，我都系同佢有少少缘悭一面啦。啊，我自己都真系几中意嘅。咁同自己安慰下自己咯，因為我見到佢嗰個屏幕嗰個標板位嗰度咧，即係影住個轉數啊，同埋嗰個公里啊，同埋嗰個標板位咧，我就覺得嗰度唔係好靚啊。如果咧佢能夠咧改咗全數碼液晶體顯示嘅話咧，嗱咁我就覺得靚仔埋咧，咁就再換埋就揸得更加開心啦。因為依家嗰個實在好醜啊，嗰個位嗱呢個唔好介意啦。咁唯有啦，咁当俾个安慰自己啦，等佢真系出埋啦，可能再改埋款啦，有个心水噶啦，先至再换车咧都未迟啦。咁依家又咪揸咗好耐，咁啊换咗佢又好似好浪费咁啊！我试过真系问过嗰啲车行嗰啲人，吓你揸咗唔好耐啫，咁样即系五年都冇嘅，你又话要换唔系啩？咁啊就有啲咁嘅睇法。咁啊系，咁啊听佢咁样讲完，就觉得自己好似好浪费咁啊！咁都系啦，唔好谂咁多啦，靠下自己对脚，靠下自己对手啦，系咪？
有时冇办法噶啦，咁揸揸下咧，嗱呢啲咁样嘅长途车咧，反而咧会令到你容易啲瞌眼瞓。你试下望下条路，喂咁顺，又冇乜车嘅话，又一望无际，又鸟无人烟咁样嘅，瞌下瞌下咧就会开始瞌眼瞓噶啦。不过好彩咧，我部车就有一个功能，就系、如果我冇打灯嘅情况底下咧，压到线咧，嗱望到依家嗰啲右边咧嗰啲白线啊，一压到嘅话咧，佢就会哔哔响噶啦，咁你就成个人咧就会弹起，就会醒翻噶啦吓。咁啊，仲有啦，大家咁样睇到咧，沿路啊个景色咧都系相当之唔错嘅，我自己都真系几中意啊吓。不过咧就唔好谂咁多，谂东谂西啦。对到呢啲眼瞓嘅情况咧，我通常咧就如果啊提早嘅话咧，会饮定一啲类似 Red Bull 嘅嘢啦，提一提神先，或者饮杯咖啡。咖啡都可能未必会，因为惊咧揸揸下会急啊吓，急住去厕所咧咁就麻烦啦。咁啊，或者想保持清醒啊，或者定点样，会唔会听下社长嘅节目咧？咁啊，呢个一件事啦。有时听下头文字 D 嘅音乐啊，咁啊都系相当之唔错嘅。咁啊，仲有啊，头先漏咗讲一个位叫 Copilot 360咧，有个好处系乜嘢咧？就系咧，佢有一个镜头嗰个功能，就系佢即刻咧分辨依家出边嘅路牌咧，究竟系嘅时速。究竟系几多嘅？例如如果写住100嘅话咧，你亦都可以设定啦上限或者下限系几多嘅。咁你设定个上限啦吓，就例如因为咧你唔超过110嘅话咧，佢都唔会叫你话你系超速噶嘛。咁你咪写呢一个速度加8啊，咁啊百无就计啦，或者加5加7加6咁都 OK 嘅吓。因为咧如果你写住100嘅话咧，真系开100咧，我谂拨爆你都似系俾人。咁唯有咧就要加多少少落去啦，加。如果100的话，你写加108啦，咁最好啦，即系加8啦个意思。咁佢就会咧自动同你睇到呢一段路，如果见到100嘅话，咁佢咪识得部车咧最准咧，只会去到108咯，就唔会系再同你加上去啦。如果唔系咧，你有一段路系低咗，有一段路系高咗嘅话咧，咁你就好麻烦啦，亦都有机会咧会食呢个罚单啊。喺台北咧都有好多啲咁样嘅路噶，相当之蛊惑噶，你就成日咧都要睄只眼过去望住咧，自己咧几时要调整翻个速度嘅。可能突然间咧，由90米一跌落去咧，得翻60米，哇！我好快啫，大哥，我转得，我都试过有类似咁样嘅路噶，仲要咧好久咁样咧。嗱，我举个例啦，原本咧仲可以开到叫做80噶，你突然间咧就跌到得翻70，咁仲要咧跌到落70之后冇几耐咧，都唔够200米范围啊，就即刻咧就整部机咧会拍你。影快相啦，哇！喂，咁我喺咁短嘅范围里面咧，就要嗱嗱声咧转翻去做适当嘅里数咧，都有少少困难啦。如果你刹得咁急嘅话咧，咁你咪会好麻烦咯。嗱，如果有咗呢个 Copilot 360咧，咁就会好好多啦。咁你话，咦？你又知嗰度有摄影机嘅？嗱，依家咧啲车就好得意嘅，佢有个功能咧就系装咗个 GPS， 佢哋会知道咧话俾你听，前面距离你几远咧。就是一部呢個攝影機嘅啦，咁啊你自己又小心啦。咁冇嘅時候，咁你可以點樣咧？咁你自己自行判斷啦。不過點都好啦，駕駛咧一定要保持翻呢個安全啦。咁啊，大家一齊咧繼續欣賞一下沿途嘅景色先咯。嗱，咁啊，今節咧講下呢個車嘅問題啦，唔知大家中唔中意聽啦嚇。好，咁啊，今節咧嚟到呢度先，多謝大家，拜拜。